G35 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杭州东站的高铁列车，纵贯北京市、河北省、山东省、江苏省、安徽省和浙江省。列车运行总里程1279公里。列车15:10由北京南站出发，20:52到达杭州东站，运行时间5小时42分钟。北京南站。杭州西站。济南西站。杭州东站。
衢州东站。蚌埠南站，南京南站。句容西站。长兴站。湖州站。终点站，杭州东站。谢谢观赏，请关注和点赞，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交流。